郭榮鏗議員。主席，我是希望就住頭先有議員就住呢個刑事檢控專員的發言咧，係回應嘅。因為剛才我聽到有議員講話，楊家雄資深大律師咧喺處理刑事案件方面咧係缺乏資格、缺乏資歷。我想講嘅就係就住家屬喺海難報告上邊嗰個披露問題上邊，我同楊家雄專員嘅睇法係唔相同。我認為佢係應該披露嗰個調查報告。但如果你要去講到話楊家雄資深大律師咧，喺處理刑事案件方面係冇資格、冇經驗咧，呢、這個我必須要指正係錯。楊家雄資深大律師係喺法律界裏面大家眾所周知，喺處理刑事案件裏面嘅經驗係十分豐富，資歷咧係十分足夠。當然，我哋喺一啲事件上面嘅睇法可以有唔同，但如果你要講到話佢係唔勝任去做專員咧，我認為呢個講法係過分，亦都唔恰當。所以主席，我想就住一點咧，係對楊家雄資深大律師喺法律界嘅地位咧，係作一個肯定。多謝主席。